刚才你老头给我奇怪，很奇怪，怪迟到，你说迟到一分钟，怎么扣50块？然后还有拔阴毛，老板会从抽屉里面拿出镊子，他会消毒哦，他会拉下来一点点，然后就是会有毛毛出来，然后他就用镊子，他还用卫生纸铺好，然后一根一根一根拔下来。支撑，身高呢162，体重45。三围注意喽，哎，32D 22 39，哎呦，他呢曾经担任过呢多媒体产业的主管秘书，秘书以前当过秘书，所以他原本就是秘书。对，然后他的特质呢，他的个性呢就是比较好相处，比较属于那种天然腔哦，哎腔腔的，然后呢很多奇怪的事情都会找上他，特别的虽小哦，哎，真的就是很怪啦，出来聊聊就知道了，那么厉害，欢迎子淳，欢迎子淳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今天的一日小秘书子淳。哦，哇，你给我讲话这样子哟。是啊，前面有当过秘书的经验啊。笑死了，没有，我以前是调酒师啊。啊，真的假的 ？Bartender。哎，你刚刚在老头给我奇怪，很奇怪，怪迟到，你说迟到一分钟，怎么扣50块？然后还有拔阴毛。等一下，那我好奇了。你说拔一毛就算，那拔阴毛他要怎么惩罚？你是自拔吗？还是不是？老板会从抽屉里面拿出镊子，他会消毒哦。什么意思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你去厕所，然后不是，就是直接他会拉下来一点点，然后就是会有毛毛出来，然后他就用镊子，他还用卫生纸铺好，然后一根一根一根拔下来。他自己拔，他帮你拔。你迟到，他拔他的。不是我啦，他会拔男同事，女生的话可能就要女生拔。死我嘞！哦。哇！这女生的话也要请女生拔，女生不用拔啦，可能一毛吧。我们手要举起来，所以我会先挂号。这个直接告到那个劳工局，你就男生也不能这样，女生也不行啦，太羞辱了吧？对呀，万一本身是白虎，对，那不是错，对不对？还可以继续上下去，钱很多，很好玩。你也觉得很好玩？我看你也是怪怪的。我在旁边看得很开心。你还在旁边看呢？这间公司太怪了。迟到有怪，那有怪。总共就是一根了吗？这一次你迟到了一个半钟头了吗？等是90根。一分钟一根。拔90根啊，一分钟一根呢，还是就拔完？但是你们根本公司是什么日式除毛 SPA 馆啊？没有，那是老板开心哦，老板开心哦，好特别，这个真的好，真的是多媒体产业啊，真的是多媒体哦。那现在还在那边上班？有多倒霉？现在已经离开了。哦，哎，就是聊聊他老板哈，他老板真的太怪了，也还要掩护老板，他身上会有一点点痕迹。像是粉红色的口红啊，香水味之类的，然后我就要帮他毁尸灭迹。哦，你要帮他除哦，证物弄掉这样子。对，毁尸灭迹，然后就是帮他拿去送洗，然后当天几个小时，我还要催洗衣店说一个小时内我就要这样子。快洗。对，快洗。我们还有遇过那个老板，你知道怎么样啊？他就尾牙当天，哎呦，5个小老婆。包括正宫等6个，哇，全部在现场。哎，我也遇过这种，好，就是他2个就可以打2桌嘛。我们就说那个跟客户开会说，千万不要请董梁上台，因为台下就5个坐在台下，然后每一个都坐不同桌。对，那你是请哪一个上去？对，到底是请哪一个上去呢？好，欢迎董梁上台，同各此一英雄来，只是面八方，总是面八方奔向成功脸上。亲爱的。司令台，那现在通过司令台是金门马自治会队。